今日是6月16号农历5月11，亦是父亲节，祝各位爸爸父亲节快乐啊！而祭祀会有动土，时日最旺的生肖是虎，财运好到极，参加抽奖而有意外惊喜啊！属虎的陈奕迅近日忙住举行巡回演唱会，日前更因为身体不适要亲自上台向歌迷道歉。虽然主办方在赔偿方面激怒一众歌迷，但好彩最终可以平息。Eason 嚟紧财运好，不如趁休息之际谂下会不会再加开几场，歌迷开心之余，你都可以搵翻啲，一举两得啊嘛！今日的幸运星是处女座，运气好到令人羡慕，而多做有意义的事。内地网红周扬青就是处女座，早前他参加内地真人 show 乘风2024，向来没有唱跳基础的他在节目中不断突破自我，一直挨到第三次公演，最终都是避不过淘汰的命运。不过周扬青就说，虽然人走了，但就老获到友谊和大批粉丝。周扬青接下来运气好到不得了，不如试试做一些有意义的事，说不埋会令人气再升高呢。幸运方向坐西南向东北，幸运数字3、10、21，幸运颜色红色、紫色。